我今天也是 BO 系列，那我这个是比较 unisex， 比较中性的表款、我非常喜欢，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女生都很喜欢 boyfriend 系列。那我觉得这个表款呢，不止就是平常休闲的时候可以戴，连穿比如说小洋装的时候戴起来也会很有个性，很有样子。嗯，回答比我好。如果是男生比较简单，我们就直接看女生的产品就好了。女生比较复杂，因为她有买男生的，但她又自己能穿东西。其实我应该不回答他的那边的问题。你可以帮我回答，没问题的。很好吗？是。这我回答不太对吧？其实他们有一些手